来吧，我们看一下那个一之二等差级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范例一。好，第一题，我看一下哦。题目呢，我都帮你写好了，就是题目呢，来出题。我给你首项，我给你末项，要你求和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来，我们养成习惯，公式性养学好不好 ？S N 等于什么 ？S N 等于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。好，这里就是公式算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，来，我们先练习一下什么是 S N， 就是总和。A 一呢，就第一个数字 ；A N 呢，最后一个数字，第 N 个数字。那 N 呢，总共有几项嘛？对不对？好，那题目求这个等于多少嘛？相当于求公式的谁？就是这个 S N。所以我要找后面这东西嘛。来，我知道第一项多少嘛？第一项，第一项多少？第一项就是这个20嘛，所以大家去20。最后一项呢？41，好，写下去41。好，除以2，来，总共有几个数字？数一下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。好，这样结束。所以看，答案是很简单，答多少？答案，答案就等于61乘上4，这答案就244。好，这答案，来，你自己写上去，赶快。